飞吧，玻璃鸟！要回地雷，从前从前有个来自吉尔尼斯的男子，是何人他？更加功利大不妥。太多选择了。老师，飞吧，狐狸！这一次你赢了。纵然圣光暗淡，我等依然奋战。
在哪？打他的地方就对了。凤爪探怪兽。先捅再砍，多喝几杯吧。先捅再砍，放上家伙。你的魔法无法拯救。死吧，路上的家伙！要诡计来，是我的刀子。战斗结束。